你看你们这样站起来，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看不到了啊，不要那么自私，谢谢你们的配合，谢谢啊。刚才这一首就是我们在主位奥运会写的歌曲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，他叫张仁华，他也是我们动寨的斗啥，斗啥也是我们的动画，用普通话翻译过来，他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妇女主任。谢谢。斗啥不仅歌曲唱得好，都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了解。下面还是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天籁般的侗族大哥，有请。感谢我们的金花把我介绍给大家。你看，我们的阿甘妹都已经出来了，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音乐介绍给大家，叫侗族大哥，大小的大，歌曲的歌。